跟鏡佢入邊有一個我是圖嘅，咁其實成個演唱會 concept 都係圍繞住圖同埋即係水啦，水做主題啦。因為都想自己嘅想法可以好似水一樣，做人處事方面其實水都有好多哲學喺入邊。呢一隻歌就係想話俾大家聽，其實用一種好自己嘅方式去帶動住水去流動，好似一個瀑布一樣，一個浪頭一樣去。話俾大家聽，我要嚟啦咁樣咯。呢個係其中一個水嘅一種形態啦。所以都多謝小黑老師幫呢一個忙去寫呢一隻歌。因為呢一次演唱會一直諗唔到一個好合適嘅歌去演繹成個演唱會，因為我覺得以往自己嘅作品入邊嗰個主題目的性都好大，希望寫一隻純粹關於水嘅一隻歌，就用咗自己嘅名用圖去做一隻歌。入邊嘅和音啊，其實入邊嘅好多 opera 全部都係真實嘅合唱團去播出嚟嘅。chorus 方面其實用好氣勢嘅一個 chorus， 係以往作品入邊應該都未有過咁樣嘅 hook line 去俾大家聽到。今次嘅排舞老師係小梅老師啦，喺大家心目中都係好大師級嘅老師，佢就用咗好多布嘅元素去表達呢一個水嘅形態，好多唔同嘅 picture 大畫面俾大家睇到。正如水一樣啦，即係水喺唔同嘅形態會有唔同嘅形狀、唔同嘅方式去出現。咁所以其實喺成個演唱會入邊都想用好多種唔同嘅曲風、唔同嘅舞種去串連翻成個演唱會，即係有啲似水一樣可以包羅萬有，所有嘅 style 都可以溝埋一齊玩，唔需要去特別區分開咁樣。自己有 keep 住做物理治療，同埋都有去帶住啲腳箍去跳舞，所以都 OK 嘅，係唔使擔心。演唱會會有幾隻係咯，包括圖呢一隻歌啦，仲有一啲新歌會喺入邊出現嘅，俾大家算係一個 surprise 咯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有好多新嘅或者話大家估唔到嘅一啲元素會喺入邊。準備一個好嘅身體嚟睇表演得㗎啦，我唔要求大家做咁多嘢。